夫子譬如三十三天共阿修罗斗战之时，诸天得胜，修罗退女。阿修罗王其身长达七百由旬，士兵为友无数千万，以幻术力将住军众，同时走入努斯孔中。菩萨摩诃萨以福入寺，以忏成就住幻智地。幻字即是菩萨，菩萨即是幻字，是故能与无差别法中入定。差别法中起，差别法中入定，无差别法中起。佛子譬如能夫，田中下种，种子在下，果生于上。菩萨住此三昧，以福入世，一宗入定多宗起，多宗入定一宗起。这段中文呢，显得是幻化的智慧，幻化是假的，不是真实的。拿幻化的智慧形容，形容，这一段经文，先说譬喻，比如三十三天就是倒立天，倒立天王率三十三天众与阿修罗打仗斗战之时，那天上的人得胜了，阿修罗打败了。打败了阿修罗逃跑，怎么逃跑的呢？从努斯，大家吃莲藕吗？莲藕那个洞洞好大呀。但是阿修罗率的是一千多万众，阿修罗的兵啊，兵员有一千多万众，他这上说的数千万众，无数千万众。而且阿修罗王的身体七百由旬，印度一由旬嘛，是中国的华里呀，四十华里、六十华里、八十华里，都分三个阶段，上中下三种由旬。咱们以最低的四十华里说，七百由旬，四七二万八，二万八的华里，他要立起来又好高，身体有这么大，不是单线的，还有四维哦。他怎么能端的莲藕钻进去？还有四千无数千万的摩子摩孙呢？阿修罗还有兵众呢？但是是他的幻术力，一个阿修罗王都有这么大幻形力，那菩萨呀，入到这个无差别定，那功力当然超过这阿修罗王了。阿修罗王以幻术的力量率领他的兵众，同时走入努斯神宗，走那努啊，吃莲藕那个孔孔。菩萨把这个比喻跟菩萨相结合，菩萨摩诃萨他有智慧，但是这个智慧呢是幻字地，所以菩萨以大幻自力，入这无差别法中，在无差别法中入定，
无差别法中入定，在差别法中起。那倒过来说，又在差别法中入定，在无差别法中起。拿这个阿修罗战败了逃走，他那么大的身体，算数千万的他那个兵众，能在一个连脑孔中逃走了，逃走了，诸天没看见，跑了，打败逃跑了，他就那么跑，跑不了的，他以他的幻术的力量。入在脑死孔中，菩萨入的幻字地度一切众生的时候，众生是无量无数的了，无量无数的了，菩萨能入每一个众生的心中，能使他转化一切众生，就是差别法。每一个众生还有无量的心，就无量的妄念吧，不是去转化它。但是菩萨是在定中哦，是在定中哦。这个定叫幻字的，无差别的定。在无差别中入定，入到差别中起定，差别中起入定，在这个。无差别中除定，除入自在，不论粗细大小，差别是色，一切境界相，无差别的智慧是理，理事啊相成，用理来显事的不可思议，用事能入于理，但是理是细的，差别是粗的，粗细大小圆融自在，没有差别，没有粗，这叫什么呢？咱们讲总统别异六相当中总相。随入一切事，入于差别，一切事变成理了，这是要理来明事，事有大小长短方圆，理无二字，以无量的事入于理，无量的事是众众菩萨住动生的时候。众生有无量的差别，无量的事，每一个人思想的变化无常的了，这个咱们能理解，不要向别人理，光想想你自己吧，一天呢你那个心呢不晓变化多少次，但是这个心没有离开体啊，种种的变化还是由心起的了，咱们这还是妄心，菩萨那是理智。行愿菩萨住这个三昧的时候，住这个三昧的，能得到入世的力量，也这菩萨本身就十一地菩萨了。普贤菩萨又打个比喻，佛子啊，譬如能夫，能夫下田种地的时候，田中下的是种子，那它变化出来可就不一样了。种一颗苞谷，大家可是要是能夫都知道，不是整粒的苞谷种下去哦，一个苞谷粒破成四瓣，一瓣一个，一瓣一窝。还长出了一根苗，种的种子是种到地里头去的，
那儿生出来呀、啊、可就是地上头了。这叫种子在下，果生于上。但是这个生的当中有过程了，嗯，还有接受阳光啊，接受雨水啊，必须得有滋润呢。说菩萨做这个三昧的时候，他有多种的缘呢，就是他修行的、发心的、发愿的、利众生的，结到他的果位。但是呢，种子在下，那个种的种子下种的时候在下，成熟的果呢，可是在上。这是要上下比喻的，前头那要是多少比喻的，嗯，波轮上下横遍数穷，这要数穷说的，嗯，上中下，前头那个要那个横遍说的，嗯，菩萨的一宗入定，能给他多宗起。一片一切，菩萨在一里头入定的时候，在这一个众生身入定的时候，在无数众生身出定。多种入定，在无量众生身上入定，在一个众生身上出定了。上下多少，一切无奈。佛子，譬如男女慈白合成。普贤菩萨说，人的生长是男女的交感，男白女慈，和合而有众生，众生与众受生啊。将受生慈而白二的相合的时候，那叫哥罗那位，明白吗？就是圆乳什么都没有，没得骨头，有慈白二的血行，那从此就这个哥罗那住在母胎之中，满足到十个月了，十月满足降生了，善业力够，一切自分皆得成就，助根不缺，心意明了，一切自分皆得成就，助根不缺，心意明了，其格罗格罗拉与比六根体状身体状况个别的都不同，以业力故，过去的许造业的业力，不论是恶业善业了，反正成就人身的业力，而能令彼次第成就。不是一号马相就成就个人形的，是一根一根的次第成就的。不论人类一些众生类，一些畜生类，都入世，但是这里头就是因为他过去的因地不同，因地种的因不同，所感的果报呢？种种差别。菩萨摩诃萨已复入世啊，从他最初发菩提心，信仰三宝，这叫什么呢？一切字的格罗那位。那么在这个一切字最初成长的时候怎么来的呀？是从信呢，
拿这个哥罗拉形容你发菩提心，说你种福的善因，入佛成胎了，入佛成胎了。假什么成长的呀？这些大菩萨呀，是靠信解发愿，而修行。信解是第一位，愿力就是行，行完了又发愿，愿又起行，愿是希望。当有信解力了，信呢，寡是一个信，没有明，还不明白。但你信完了，必要学呀。经过学的阶段，了解了三宝是怎么回事，了解如何修行。光信呢，相信三宝，这是几个信心。信要求个明白，要求了解。等你信心具足了，要求了解，要求学佛法了，学佛法了。因为信才能入，不信不会学。学的次数、力量的大小，那就看你的信的力量。这个最初开始，修一个信心呢，要一万大劫呀，不是一天两天的，才把信能扎根，才不能退动。越解信越深，心越深，智慧又开启，越能明了。这时候才发愿产生力量，修行的力度。这样渐次增长，从实现到初重，到实住的初重，这个时候就定了。什么定了呢？心定了，再不动摇了。这叫住的意思，住佛家，相信佛，三宝所生，住在三宝家里头了，才成佛子啊，才成佛子啊。在这个住入佛家之后，又发起菩提心。以前都发那菩提心是不定的了，是真正的发菩提心，叫相似菩提。信是不觉当中产生了实觉，开始觉悟。开始觉悟。这个觉悟只是初发心的时候，菩提心不坚固啊，不是真正的发菩提心。到初住的时候再发菩提心，这是解后发菩提心，这叫相似菩提，相似觉悟，不是真正的相似觉悟。完了又发愿，又力行，力行啊，一位进到十住满了。但是这个住就等于住佛家了，住佛家了，产生佛的种性了。十住位一直从初住到咱们所说的十地位，十地位，这四十位啊，从分正，从这个相似觉到分正觉，才达到咱们现在所讲的十一地菩萨。
在一般的教义上讲呢，就十地满了就等觉为菩萨，就是十一地。这样坚持增长的，才能有这入这个三昧啊。这个三昧就是其心广大，念运自在，能在无中入定，它有中起，有中入定，无中起。这个有时对着无说的啊，无中入定，没有实体的，说风里头入定，水中起，水中入定，火中起，前头讲过了啊，就这个含义，无中入定，有中起，本来没有，本来没有，啊，格罗拉。本来没有啊，他得神识入到的父精母血，无产生有，没有格罗拉，有了这么格罗拉一个慈悲二地精血，拿这个无身，那时候没有身呢，哪有身呢？到了有身。将入胎的时候没有身呢，是无啊，从无到有。但是有呢，幻化的，因为你要灭啊，灭就是死了，生是这样生的，死了呢，没有作用了，没有了，无众生。菩萨入定的时候自在无奈，心量广大。但是格罗那入胎的时候没有，从没有菩萨入定的，说空中入定有中起，有中入定空中起，都是比喻比方。加四显理，这些个都是用四显这个理，显菩萨什么理呢？显菩萨入定的理啊。这十定的第八定，譬如龙宫，龙宫是以地而立的，不是虚空，那龙呢是依着空来，依着宫来住的，那宫在地上，龙在宫里头，那就在地上了，不是在空中啊，龙是住在地的。但是龙的工作可不是在地上，它在地上没工作，它到空中去动工作，星云不语是在空中。说我们人类有时候看见空中有宫殿，给大家没见着过啊，形容词。如果你到过崂山，到过崂山啊，东海崂山啊，山东，离这青岛60华里，崂山，在崂山顶上，太阳要出没出的时候，崂山那是没有人烟的山顶上，看东海，看东海啊。还有他出个城，看人家买东西啊，交往啊，跟人世间差不多一样的，那就神宫。一般的说见到神宫了，不是的了，那所看的宫殿是前大破城。佛经上这告诉我们说，所看那个虚妄假象的空中现着楼阁，假象的。离我们东北沈阳，离沈阳嘛隔个几十华里，相见啊，看见一个城，这城，这个城有个故事的，什么城呢？一个庙，不是个城，一个庙，
庙升到空中去了，是这是神话啊，神话。这庙这个老和尚带个小和尚坐，我们东北是讲究人参，人参啊。那收了个小徒弟，小徒弟很小，六七岁，老和尚把他调教得很好，以后帮着老和尚做饭呐、烧火呀都会。但是另一个小孩来跟他这小和尚玩玩，老和尚看见了很诧异，完了就叫他小徒弟来，说那每天他都来玩吗？他说不一定，有时候三五天他就来找我玩，我就跟他玩。老和尚就拿一个线砣，拿一杆针，把这线呢印在针上，这是红底颜色的绳子。先生，我给大家讲空中楼阁啊，我言咱们这个定啊太深了，空中楼阁确有其事啊。你先生，老人跟小孩说再来跟你玩啊，你把你的针呢、别到他那个衣服上。他为什么别到他衣服上？这个你不要管了，你把针别到他衣服上就行了。那小孩就记得了。打这么呢，外头那小孩啊大概有六七天没跟他玩。那个小孩也不甘寂寞呀，我说又呆呆又跑这找他玩来了。他说你怎么好几天都不来玩啊？他说你要害我呀，我不跟你玩了。这小孩就明白了，他师父告诉他别那小孩害他了。他说我不害你了，阿姨呀，不要听，意思说不要听我师父说，我不害你了。那小孩又跟他玩玩，那小孩不注意啊，他是有心的呀，他就又拿针把那个给那小孩衣服上就别上了。这一别上，小孩就跑了。好，小孩说你还是害我，那小孩就跑了，跑了就没事了。这个身宝跑了之后，这个线可跟着他，身上拴着有线呢，线也是跟着他。老和尚带着小驴这个线就挖着这个棒槌，我们东北广人参叫棒槌，刚一挖出来呀、像个小孩，确实像个小孩，这叫神仙。那么这老和尚挖出来回来洗干了，我拿在大锅里头，把锅里就掺了一锅水，就盖上锅盖，就把这个小孩就煮起来了。刚煮药好了，还要享受的时候出来事儿了，别人就把这个老和尚逼着他有件事非让他去不可，老和尚就走了，就跟他徒弟说，你不能开锅看，你不能动。那小徒弟就听他师父话了，他师父走之后，他这锅里头这个把人家煮了倒是个什么样子，一掀锅呀，那个香的不得了。这小孩就把那个小孩的手啊拿来吃，越吃越好吃，越吃越好吃，把个身子全给吃了，剩下一锅水。老和尚回来一早啊，小和尚也没有了，小和尚腾空了，成仙了，走了，没有了。老和尚就崴起那个深水啊，喝了一碗，喝完了端着这口锅围着这个寺庙，把这锅围着寺庙一转一圈都倒了，倒了。老和尚还在寺庙里头，寺庙就升空了。打这么人间这个庙没有了，要赶上晴天，现在也听不见了。在这左右的邻村呢、都看见空中寺庙，空中有个庙叫空中寺，不是咱们这个空中寺，不是这个悬空寺啊，山西也有个悬空寺，这个东北的这个沈阳悬空寺
现在说的人也很少了。为什么呢？天上的宫殿，天上的寺庙，天上的丛林，现象、幻化，不是真实的。在这个海里头，不止老三，你在别的地方也能看见，也能看见。那是呢，有点修行的功夫的人，上面东台，东台台顶，有人在东台台顶看见过东海，望海楼嘛。为什么修那是东台上头有个望海楼啊？不是修那个望海楼吗？有人在那儿站在那山顶上看见东海，所以才修个望海楼啊，发心修个望海楼啊。幻化的钱大波城是幻化的，非是龙宫。钱大波城不是龙宫，龙宫在地下，在海底。龙随处下，龙住在地下呀，在海里头，地下比人家还深的很多呢。他住下可能升天，星云不上，星云下雨在上面下。菩萨摩诃萨呀，住在这个三昧，从无相入于有相啊，本来无相，法性无相的，入定了，入定了什么都没有了，定了吗？定宗了。定是无相的，但是菩萨能出有相中起定，无相入定，有相起定，有相入定，无相起定，有相无相无奈，上下无奈，说这个定上下无奈，有相无相无奈。佛子譬如妙光大梵天王所入的宫，十八梵天的大梵天，统领梵天的天王，他所住的宫。那么普贤菩萨说的这个时候的大梵天王名呢，就叫妙光大梵天王。大梵天王是一切世间最清净藏，说这个天宫啊，这个宫殿叫什么名字？世间啊最清净藏，天上人间最清净的。那大梵天王住在这宫里头，统领头普见三千大千世界住世天下，拿咱们这一个四天下比，咱们这四天下是南边南瞻部洲，北边北俱泸州，东胜神州，西牛贺州，四天下以须弥山为中间。那么大梵天王统领多少呢？每个小世界有四天下，那一千个小世界满了，叫一中千世界，把中千世界再数到一千，叫大千世界。小中大三千大千世界，我们很多人讲三千大千是三个三千大千世界，不是的，小千到中千，中千到千世界，叫三千大千世界，都把它化为三千大千世界。所有三千大千世里所有的天，天宫、龙宫、夜叉宫、钱大波、阿修罗宫、迦罗罗宫、紧诺罗宫、摩诃罗伽宫、人间住处、三德道、须弥山、种种住山、四大海、江河，还有五大洋呢啊，这个上没说了，一般都说四大海，没说洋。
博在泉源，成语聚落，这里头还有树木松柏，入世一切种种庄严。进大铁轮大轮为所有的边界，人间的地上大轮为三，包括所有地，就是这个地球的边缘呢，有一个大轮围，把这个纹上了。那空中呢，就是有四天王，还有三十三天，还有十八梵天。空中的微细的微尘，游动的，咱们肉眼看不见的，极微细的微尘。叫临虚尘，这个尘的名字将近跟虚空了，还有一点点叫临虚尘，叫微细的游尘，五游尘都是临虚尘。咱们看那风沙那个尘呢，那是大的了，那游尘你看不见的了，没有感觉了。把这些个从在梵宫显现，在大梵天宫最清净藏里，最胜清净藏，在那宫显现这些微尘，宫中显现。那个大梵宫像一面明镜子似的，所有这世间种种相，人间呢，天上啊，都在那个宫中显现。说菩萨住此的无量众生三差不深的大三昧，这个三昧的名字是我一切众生的差别深，大三昧。就像前头所说的，种种差，种种差。这个种种刹就包括种种佛所住的地点，有佛刹度，佛刹度。每一刹三千大千世界都有一佛，那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就见了种种佛，种种刹见种种佛。菩萨呢，又入了种种三昧。这个佛刹不同，如这个佛刹三昧；那个佛刹不同，如那个佛刹三昧。这不都说广阔一点，满意为神，都是菩萨，四现神通，入三昧，入这个众生差别身的三昧，入这么多的无量无边三昧，得大智慧，得什么智慧呢？种种智慧。种种三昧就种种的刹那智慧，这叫入众生身大三昧。普贤菩萨说这么多比喻，上下左右周围遍满，有形的、无形的、有相的、无相的，这个咱显不到，咱不见到。我刚才说一颗人参，它的功力能可以使这个寺庙抄上去，什么力量？能理解吗？这还是医报啊。人参嘛，人说它成灵了，有了灵气了。像我们一般的参呢，没有灵气的，比一般的草啊，比别的草根呢、效果好一点。像咱们农药啊，农里头种的咱们那个药材呀、各个药材有不同的作用。一个参都有那么大力量，何况你修行呢？那是叫地气，
凡是生身的地方，那个地气啊就有灵感，它那土地啊不同，有灵气。凡是生药材的山都有灵气。但是你得到这个灵气了，你才能入种种啊。说这些大菩萨得到这个三昧，他彻能入一切种种佛刹，是的，能够参学助善知识，把助佛就成助善知识。每一佛前得种种的法门，度那个菩萨的众生，得依着那个菩萨种种法门，对机说法呀。所以做个佛刹，有佛就种种众生，那佛就说种种法门，种种法门就是种种行门，行门，那就满足一些众生的种种知见，知见就是种种解，入种种三昧，种种三昧入定啊。也种种三昧产生的种种神通变化，各个三昧所产生的智慧不同，所以种种三昧、种种神通、种种智慧，住呢种种刹那际，刹那际，咱们这一出戏一呼吸，九百刹那，刹那际，这就刹那际的边境。刹那是不可知数的，不可知数的。咱们经常佛经说说刹那，一刹那，一刹那九百生灭，一念有九十刹那，你这轮转算去吧。现在十一的菩萨所入这个种种众生身大三昧，以这个大三昧所生出来这些个智慧，这些神通变化，佛子此菩萨得到十种神通彼难，从得到这个三昧得到什么利益了呢？得到十种神通彼难。什么是十种三通彼难呢？下头就讲了，举十个，何者为十？哪十种？所谓道诸佛尽虚空遍法界神通彼难，前头是执种种刹，见种种佛，动种种众生，正种种法，成种种行，满住种种劫，入种种三昧，从这个三昧所起的神通所起的变化，就是即诸佛尽虚空遍法界神通彼难。道菩萨究竟无差别自在神通彼难，到发起菩萨广大恒愿，入如来门佛事神通彼难，能震动一切世界一切境界相，悉令清净神通彼难。能道能自在知一切众生不思议业果，皆入幻化神通彼难。道能自在知住三昧，出戏入三昧，出三昧差别相种种的神通彼难。道能勇猛入如来境界，而以其中发生大愿的
神通避难，差别相、业果相清净，到能化作佛化转法轮，到能化作佛，还化现佛转法轮。转法轮就是调伏众生，令一切这些个转法轮所说的法，令一切众生都能升入佛家，得佛的种性，得入佛城，殊能成就神通避难。能了之，不可说一切秘密文具而转法轮。秘密文，秘密文具，秘密所说的话。咱们讲到那个善财童子参众议童子，就知道了。咱们那个每一段华严经，每一篇后头都有42个字啊，妙陀罗，42个字，一字下头有赞颂，42字妙陀罗，这一个字啊就包含一部华严经了，每个字都包含华严经了，那叫秘密啊，咱们没法理解，那得进入这些灯觉菩萨，他能理解，而且是不能问微佛与佛乃能究竟，令百千亿诺亚陀不可说法门皆得清净，神通彼岸，令一他诺亚陀不可说的那么多的语言文字，还有义理呀，都能够神通到神通避难，到不假昼夜年岁结束，不分时，没有时分，没有黑的白天，也没有年月，一念，就这一念，心能三世四现神通避难，是为实。佛子，十方菩萨摩诃萨第八，一切众生差别身大三昧善巧智慧，这个智慧就是一切众生差别身大三昧善巧智，这就是入一切众生差别身三昧，在这众生三众生中入这个三昧，得到什么了呢？大三昧善巧智，前头都说一句，每个都说一句，四现三世的神通彼岸，或者三世四现神通彼岸，把这十句总解释一下，神就是我们现前的自然的心，通就是所有的大定产生的慧，神明天心就是自然的心，本具足的法界心，法界性体，通是什么呢？慧性，通明慧性，有智慧，有这个慧性，才能入这个三昧，有这个三昧而证得法性的离体，没有慧就得不到的了，没有这个定就是神说你那个自然的法性的心产生的慧力就是神通了，但是这不是一般的，都到达彼岸了，都成佛了，十一的菩萨已经成佛了，所以
普贤菩萨是果后普贤，所说的都是佛果上的事儿。说这些菩萨到了十一地了，怎么成佛的？他得了这么多的三昧成佛的。这第八个啊，这些个本来是我们凡夫没法解释的，没法解释的，种个善根而已了，不能把他骗过去啊，还是要说一说啊，种个原因，这叫是若一切众生差别深，大三昧。这个定不是咱们讲那个一般的定了，这个定是什么呢？就是慧力法界身，法界身无身无相无作无愿，真空法界性，那产生这些个幻化微妙的善巧智慧。这里头也有同类也有异类，十法界吧，佛身地狱恶鬼畜生十法界此位的菩萨都在入定啊，一切众生没分类。咱把佛出来了，那菩萨本身就是菩萨了，那就菩萨佛除掉，剩下那八类都是一些众生。下头更深入了，法界自在，第九个三昧啊，叫法界自在三昧。这个咱们前头讲的很多了，法所有一切的教法，所有世间法、出世间法、眼法、净法，凡是有言说的都叫法。这说一切啊，这是众，又这法者心也，法就是心，法界界是升起，界生一切法，一切法即是心。合起来说，一个是根本，一个是差别。从根本字而起的差别，从差别字而回归于真本体法界，回归于法。界生一切法，生意一切法即是心。是心生万法，万法归于心。怎么环境说呢？就是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从法界流起法，又还归于法界，这叫若，这叫自在。法界的定，法界的体，法界的若，就是定的体若。叫法界自在三昧，加一切司法显离法，得到这个定，得到什么样利益呢？这个第九法界定的时候所学第九定，是菩萨得到法界自在三昧的时候，他所得到的好处吧，所得的法仪，所成就的佛果。大家看看这个三昧才知道，咱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太大了，咱们的每一毛孔，咱们看见的毛孔啊太粗了，咱们现在所看见的汗毛
毛孔是很粗的，还有细毛毛孔，这是指的细毛毛孔。一一毛孔前头是在一切众生身中一定啊，菩萨现在也到自己每一个毛孔，一一毛孔中入这个法界自在三昧。咱们看见那个欧洲人呢，我说少数民族，他毛孔很粗的，那汗毛满身都是毛，脱了衣服都是毛。我跟一个人开玩笑，他说为什么他们嫩重的毛啊，我们怎么没有毛啊，我说他脱离畜生道啊，脱离得很晚，畜生道的毛啊还带着呢，还有那个习气。咱们啊离开畜生道离开久了，说毛啊渐渐就细了就出了，开玩笑的啊。实际上呢有没有关系呢？有关系啊，每一个一一毛孔，咱们自己看着这毛孔了吗？粗毛孔真看得见，细毛孔真看见了吗？每一个毛孔出汗的时候就知道了，能出水儿，每个毛孔都出水呀、啊、出汗的时候就从毛孔出来的，能出汗能入不能呢？风冷暖奢化你都感觉到，先有毛孔感觉到的冷，冷空气从你毛孔进入了，你感觉身上发冷，热空气从你毛孔进入了，感到发热。咱们是有这个知觉，菩萨是三昧，睁自己的右眼看不见自己的毛孔，能看见自己毛孔吗？毛孔也是身份呐、啊，也是那一个人的身份呢、啊。我记得跟大家讲过笑话吧，拔一根汗毛，拔根汗毛都很不容易的了。这针灸先生说他那一他扎这一针，您观察到没有，起码是五根汗毛，粗汗毛嘛看着是一根，细汗毛我数过大概是五根汗毛，一个针眼儿啊。所以那扎针的来给我治病，上回来了两个医生啊，扎针治耳朵聋，扎的，他那针又粗，扎的又深，扎了好多针呢、啊，一次啊，手上、脚上、耳朵、鼻子，我给他算了一下子，他一扎，我数一下，一扎四十多针，四十多呀，我数到四十就没数了，大概还有两针，我弟子看见了，在旁边帮着。左一针右一针，扎完了还不动，扎了不拔，要等很长时间拔，效果如何呢？照样听不见。一切法你把它往道上会，然后道会呢，修道的人嘛，说我们修行的人嘛，一举一动你那个思维观想都像菩提道，你说离苦得乐，本来是想扎着真是苦啊，他扎得很痛，扎得很深，特别他在你指甲缝里的扎，指甲缝里这很痛了，扎脚扎手指甲，完了给你介绍这还扎针呢，耳朵钻边扎，痛完了该得点效果吧，
是不是啊？没舍，舍完了还有点收获吧？这扎是扎了，一点没见效，白来了，白受痛苦，没有效果。修行人，我们自己拜头磕头念经。有好多人跟我讲，师父，我没什么效果了，拜的。我说你看不见了，捞不着了。这要看不见捞不着了呢，业障消你看得见吗？你都往道上坏。对，我心里这样想，他扎完了没治好，他俩走了，问师父好不好？我说很好很好。我想的说很好是什么呢？消业障啊。那他扎不好啊，不好是耳朵不好，你受苦没有白受的，没有白受的，业障消了，所以没好嘛，也没坏呀、啊，也没坏呀、啊，也没大坏呀、啊，这叫什么呢？菩萨入这种深深的大定的时候啊，你往日般生活上想，别想到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你懂不了，懂不了。想什么呢？想你自己胡思乱想，打妄想，不可思议呀、啊！妄想哪来的？你每个人嘴嘴锅，你妄想怎么来的？那就叫三昧呀、啊。走的时候又怎么走的？那妄想来了怎么来的？妄想过去了怎么过去的？你把它当成这种的不可思议的三昧，来了就入定了，走了就出定了，没了。妄想的妄想也没有了，一天无量的妄想，无量的觉悟。如果你每一个妄想你自己都认识到，这是胡思乱想，这是妄想，业障。有这么样一个认识，你功力已经很多不错了。为什么呢？越来能控制它，妄想越少。没了妄想了，就说明妄想的反面就是智慧。智慧一照，妄想没有了；妄想来了，智慧没有了。叫定和慧，神的咱们也办不到，功力还不够。在这些个生活当中，你把它变成了华严境界。要你自己去变，要这个，我是经常这样想，我是这样想，打妄想自己跟自己说，妄想又来了，能不能变成智慧啊？你自己得说哟，说给谁听啊？给鬼神听啊？有鬼有什么？信，绝对有。不信也有，没有缘，鬼神害不到你。说那个鬼迷上了，他跟那个鬼一定有缘，没有姻缘来不到的了。你们看见你们这个，咱们不说深了吧？你们看你们这些个老知识，哪个让鬼迷上了？都是新来的道友，修行没几年，功力也没有，功德也没有，才出这些事儿。现在我们讲就是十一地的菩萨、普贤菩萨讲的，说无量的三昧，一个根能入很多的境界，很多境界还是一个根。这样，入了这个定，所得到的不可思议。那什么叫菩萨摩诃萨的自在三昧啊？所以普贤菩萨
我就跟主菩萨讲，什么叫菩萨摩诃萨法界自在三昧啊？佛子，如这个三昧的菩萨说，此菩萨摩诃萨，但眼处乃至意处入三昧，叫法界自在。自己在自己眼睛上入三昧了，或者自己在耳朵上入三昧了，或者在自己意上入三昧了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六根入三界，眼睛入三昧了，眼法界得自在。鼻根入三界了，入三昧了，鼻根法界得自在。同时入，眼睛也入三昧，耳朵也入三昧，鼻子是六十六根都在入三昧，处处都自在。这个虽然不是咱们的境界，咱们可以入是观呢，观和得利益。三昧是定，眼识不着任何分别，眼见色非色，眼见色无色，这就入定啊。我不晓得大家有这个情况没有，当你这个意识啊专注一境，眼识跟着那意识结合起来，专注一境，眼睛瞪很大，你在他旁边走，他没看见，因为眼识停顿了，没有分别，你看见他，因为他看见你了，实际上他没看见。为什么呢？他眼识啊，已经没起分别作用了。是眼见色的时候，而没见色，为啥呢？他识不在，识不在。这是我说是浅显的，不是这个定了。说我们平常相似的境界，是你跟他说话，他的心的意识啊，根本没跟你说话，你说了半天，再问他，他说。我不知道你说什么，是吧？没注意啊。今天你跟我说老半天，不耳识识灵了，说半天，你问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说没听见呢，没听见没有了，是识，不是根。我拿这个做例子，让大家体会到，说这个三昧。就是在他自身上得到三昧啊，于眼处乃至意处入三昧了，这叫法界自在。这完了再慢慢体会啊，菩萨于自身一毛孔中入此三昧，一切自在，将法自在，他自在。他没有分别，没有分别，形容词，拔一根汗毛，咱们都是一毛不拔的，为什么一毛不拔呀？咱们贪爱没断，就是换句话说，根本的智慧没有，没有。所以这此菩萨他入这个三昧时候，不论从眼处入，或者从耳处入，或者是舌识入，他入了这个，不论从哪一个根门入，都叫法界自在。这是总说啊，与他自己的身一毛孔中入此三昧了，就是他入定的处所。那说明个什么呢？他这根根的都能入三昧，每一个毛孔都能入三昧。
换句话说，他这个文说呀，与自己身一意毛孔都能入这个三昧，在眼界入三昧时候，一意毛孔都入三昧了。本来是眼跟肉啊，它是通的，所以说入此三昧叫法界三昧，法界是遍一切处，所以叫法界三昧。刚才我说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惶窥此法界，就是这个含义。入法界自在三昧，都是入于法界之内，所有都是你入三昧之处。菩萨以自身一毛孔入这个三昧了，能止住世间，能止住世间是自然知道一些住世间，不只知道住世间，还要知道住世间法。自然的啊，没说假作意，假作意得从意，它从眼入的，眼入的三昧，用眼都能知道一切住世间，鼻舌身意所知道的这个三昧都知道了。不但这些，还执住世界，执住意、诺由陀世界、阿僧祇世界、不可说不可说微神数世界，向外扩张啊，向外扩张。见一世中有佛出行，菩萨众会写充满，一有佛出行，一定有诸菩萨在那围绕请佛说话，光明清净，纯善无杂。佛说法的道场都是清净光明的、纯洁的，没有杂言的。广大庄严种种诸宝以为严师，菩萨于彼是如此三昧的菩萨啊，毁一劫，毁百劫，毁千劫，毁一劫，百千亿诺由陀劫，无数劫，无量劫，无边劫，无等劫，不可数劫，不可称劫，不可思劫，不可量劫，不可说劫，不可说不可说劫，不可说不可说佛刹为持数劫，修菩萨行常不休息。就是菩萨入法界定的时候常不休息，永远入世修行，永远住此三昧。但是入的时候，就是起的时候，起的时候就是成就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完了还是度众生的时候，调伏众生，都是骗法界的。就他入去法界定嘛，广大在哪儿入呢？反正是法界嘛，入的法界定，那得耳根入，得眼识入，那眼根就是一法界，那都在这个眼根里头呢。种种方便，这就无着无奈无否解脱自在。无着无奈，在法界之内得到大自在，法界之外没有，全是法界。这个时候生出来法界的定，生出法界的智慧。善分别眼，善分别耳，善分别鼻，善分别舌，善分别身，善分别意，入世种种差别不同，悉善分别，尽其凡，尽其边界。定的功用，在眼根入了法界了，这个定就有产生这么大的功德，一个比一个深，一个比深，
这个没什么解释的，不论要时间要地点要处所，都是入定的时间，这叫法界自在。显大方便，种种方便，显大神通，种种神通，无阻无奈，做什么呢？调伏众生，演说诸法，就做这个事儿，就调伏众生，演说诸法。完了时候，鼻舌身意了，这些种种的差别，差别没有差别。善分别说没有分别，分别即没分别，差别即没差别。没有法界之外，还没有依法，所以我就进去边界，无边无际，无障无奈。菩萨入世善机见矣，这以下说的能升起十千亿陀罗尼法光明，成就十千亿清净行，怀得十千亿助根，圆满十千亿神通，十千就是一万了啊，能入万亿的三昧，能成就万亿的神通啊，能成就的十万亿的助力，说十千说一万都一样的啊，能成就千十千亿身心，运动十千亿力慈，实现十千亿神变，就十千亿菩萨无奈，圆满十千亿菩萨助道，接近十千亿菩萨藏，照明十千亿菩萨方便，演说十千亿助意，成就十千亿助愿，出生十千亿回向，镜子十千亿菩萨正位，明了十千亿法门，实现十千亿演说，修得十千菩萨清净，这是十种仪，一共二十一句，十种仪各有十亿、十千亿，有各有万亿就是了，万千亿啊，千亿上头加个。十千不是一万吗？得到这么多利益，这么多利益，这主要是要现身，要说法，要利益众生。光得个法界定，有什么好处呢？下文的好处啊。今天不说了，下回再说。